是 Ruby， 大家好，我是心如。大家好，我是刀哥。我心如刀哥。一年一度的奉献证明又来喽，请大家查好自己的奉献编号，聚会结束之后可以到大门口索取奉献证明。周间请到行政办公室找刘刚与弟兄索取就可以喽。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要记得在奉献袋上面写上您的姓名、身份证字号以及电话，以利财务部的作业以及我们日后的查询哦。一定要索取哦。暑假要去哪里呢？参加儿童心理神英会，时间是在6月29号到7月1号，总共有3天2夜。要请爸爸妈妈排除所有万难，让孩子们参加这次的营会。费用是2000元，地点在关子岭的岩前教会。如果有任何问题，请洽心如老师。超厉害！青年牧区夏季营会要来喽！你是青少年吗？你的朋友是青少年吗？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哦！我们欢迎生活一岛社青的青少年们一起来参加，时间在7月14号到15号，地点在中华医事科技大学。下个礼拜开始报名喽，早鸟优惠，一个人1000元。报名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扫微杂志上面的 QR code 来做线上报名，第二种是纸本报名。我们在礼拜六的崇拜之后，以及主日三堂之后，在大堂门口都有设摊，我们可以在这边报名跟缴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搜寻天桥教会青年牧区资讯粉专，或者是询问仁义传道，或者是高和昌弟兄哦，一起来报名，超厉害！一定要报名，小厉害！光听来报名啊，小厉害！心如，外面很热，我都快被烤寒极了。真的，我看你都在冒烟了。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教会的双年末去要到我们台湾的避暑圣地，也就是溪头和三林溪去旅游哦。时间是在5月21号到22日，报名费会员是2800元。非会员3300元，报名截止日是5月15号，请下胡宝月姐妹或是潘春红姐妹报名就可以喽，一定要来哦！好热，接下来是有关幸福小组的训练消息。本主日下午1点，牧师将在松年教室与幸福小组的同工一起来分享现在我们做幸福小组的心得。欢迎各位 leader 跟副 leader 一同来参加，一定要参加哦！幸福哦，爱你哦，我爱你一万年，我爱你一万年。好、哦、嘿 ，FM89.1 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5月6日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本周我们专访到吴玉君姐妹，题目是终于被寻见。以上就是本周的消息报告，让我们一起欢迎林宪平牧师。